快闪是什么？快闪是快闪影片或快闪行动的简称，是新最近在国际流行开的一种嬉皮行为，可视为一种短暂的行为艺术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许多人用网络或其他方式，在一个指定的地点，在明确指定的时间，出人意料的同时，做一系列指定的歌舞或其他行为，然后迅速离开。快闪行动是纯为搞笑或是膜拜纪念等行为艺术，其主要的特点是无组织有纪律，只有发起者没有组织者，成员均来自网络，成员基本互不相识。快闪族是于2000年最先在纽约出现，后来扩展至欧洲、亚洲等。快闪族是都市时尚文化中的一种，是现代人在忙碌之余和世界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。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表示，如果活动设计合理，自己将会主动参加。当然，也有些人因为担心造成误会而采取保守的态度。